么贴心。这个礼物是帮大家准备的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喜欢喜欢。今天的餐准备的就是这个韩国餐。哇，可以啊。在你们去首尔见欧巴之前，你们就先尝尝这个泡菜，然后跟辣炒年糕。哇，年糕好好吃啊。嗯，我这里好像有个任务卡。这里来自微博话题，写给时光的信。活动中每一封信都有一些疑惑想得到你们的解答，请时光音乐人们互相分享，并且推荐自己觉得合适的歌曲作为回信。各位时光音乐人你们好，想问各位时光音乐人有没有一个足够厉害的起床歌单。有首歌，我们的歌《月亮之上》，我在仰望时间已经花的声音爆了，直接醒来了。什么嘛，这样也能 Q 上？真的，我们真的是要想一想，他们就是这样，很多年轻人啊，这个啊啊啊，太酷了！我自己录了一个起床号。呐喊着起床，哇，可以啊！我平时都是让小兔天天来叫我起床的，然后跟他说一声就能设置提醒。哇，这么厉害呀、啊嗯！小兔，小兔，哎，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叫我起床。好的，我会在工作日早上八点提醒你起床。对了，我会帮你自动跳过法定节假日哦。哦，谢谢你，这么温馨啊！对啊，这个闹钟可以。好，我们期待着林庄主